蓝屿超漂亮的、台湾的蓝屿是在哪个地方？台东。台东，台东外面。台东外面而已。对，一样是在小琉球那边坐船。过来的话呢，其实本来都可以去了蓝屿。对。蓝屿，哎，蓝屿好像有印象哦。蓝屿它有小飞机可以坐。小飞机。大概20个人，很小。哦，从哪里坐到哪里、台东。台东机场。对。台东机场，可是那个机票比较难买，因为它一天只有一班。哦，对，要提早订就可以了。对，要提早订。提早订。然后蓝屿，但是它有船吧？有船过去。有船，应该也是从富冈渔港。富冈，对，富冈渔港。富冈，对。因为去绿岛也是富冈渔港那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本来是想去绿岛的，我从小琉球啊，去完小琉球，然后想去绿岛。结果呢，发现哇，他订要提前好几天订。对，没错，很热门。上网都没有那个船票都没了。夏天很热门。至少一个月以前。哇。对。然后，不然就是你要跟旅行社买。嗯。直接跟旅行社买。是。然后我看到好像还也有蓝屿的一条线，走去蓝屿。有。富冈渔港那。对对对对对对。嗯。蓝屿会比绿岛更棒。是呀。对。绿岛其实我在一路走过来啊，在台东，在那个东河乡那一块，就可以看到绿岛，看得到啊，看上去好像就在对面海，对，一个乌龟壳，对对对，很小啊，很不大，对，然后好像就在对面海那样，很，那他说，哎呀，其实看上去很像很近。但是真的，一个小时也要开50分钟，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对，差不多接近一个小时。对对。然后它夏天的时候，你稍微有一点点风浪的时候，它就会停船，它就不开了。对对，说经常会不开船。对，然后你过去不一定回得来。哇！如果说你困兽斗了，你今天、明天要回去，像今天这种天气，明天船就不开了，你就会被关在上面。小小的雨都它不都开都不开，浪超过几级。他就不给你开。哇，对，对，会被关在上面啊。那去离岛常会发生这种事。那个绿岛上面有没有提款机啊？有，不要你带不够钱的话，到时候就麻烦。绿岛啊，对，绿岛一个温泉。哎，绿岛世界上的离岛温泉、海洋温泉没几个，绿岛是其中一个。这样。对，它的温泉很棒，是在海边。是属于什么硫磺还是什么？知道吗？我忘了。然后我有去泡过，它是在，就是在礁岩边。哇。它有很多个汤池。那是哦，那我知道，那是海水温泉。对对对对。海水温泉。很棒，非常棒。哇。然后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它是24小时营业，也可以半夜去泡。哇，对，它那边海边也很漂亮。对，绿岛也是太平洋哦。对，它那边很漂亮，还环境它很多特殊的风景，还不错，跟蓝屿一样。然后蓝屿上面有一座山，所有的台湾岛屿里面，蓝屿的海拔是落差是最大的。为什么？它就。地壳隆起的时候，它就有一座高山在那边啊。哦，对，哦，你看，绿岛它没什么高山嘛。是。蓝屿有。哦。蓝屿有一座山。所以你说蓝屿更好玩，还有渔获也比较多。对对对对对。那里的比渔获比那个澎湖的，你说那个将军屿，蓝屿的鱼更大，鱼更大。对，它很多怪物。很多怪鱼，怪物，什么叫怪物级的？怪物级的鱼就是很大的鱼，对，去会被欺负啊。那怎么钓？那个我们那个矶钓竿要多大多少号才能？至少4号竿起跳。4号竿起跳。对。那个鱼食子线啊，那个线都是5号开始啊。线要5号线以上。对，子线啊，子线都是5号。我昨天买了一条那个的矶钓竿哦，我用了8号线。太粗了啦，这边除非说你钓港口的话，有机会，台东这边有机会。哇，你别说，我在新村渔港。你知道我看到一条鱼多大吗？像一只小猪一样。有可能啊。白色的，整个身有点不是白的，那个应该是米色的，然后圆圆的那个身啊，身体浮在水面上是不是？对，在水底、哦那个、不不不
不低的地方，在那里游。它游进来，那个梭鱼啊，从外面游进来。梭鱼叫梭鱼，对，金梭啊。金梭，好奇怪，哇，好大条！我第一次在海上看到这么大的鱼。他们这边有啊，这边也会有鬼头刀啊。鬼头刀，对，你如果矶钓竿粗的有没有？你有钓到那个活的小鱼啊？直接钩放活饵出去，用放活饵，用大的活鱼来钓更大的鱼，是不是？对对对对，哇，放活饵出去，用那买那个大浮标，哎，哦，就钩活饵放出去，放流、哦，你找那个流钩的地方，跟流放出去。为什么要大浮标？哎，你太小的浮标会它会被拉下 去，会被拖下去，拖下去，哦，对，哇。其实，用我听这里的阿美族的朋友跟我说、啊，他也在钓鱼。有一天晚上在金尊渔港、啊他跟我说，我说我经常在这里，不知道为什么钓不到鱼。我说用，他说你用什么鱼饵？他说、我说用虾仁。他说虾仁不行啊，虾仁他不吃的，虾仁不吃。他跟我说，他叫我说你要用活鱼，然后他就在海边，在那个渔港。那个岸边钓那个小鱼，他说我钓小鱼，然后呢你来拿，你一死了就来拿，他不断在那钓小鱼，钓了十几二十只，啊我就很快那个小鱼很快死，那个小鱼就跟手指这么大而已，你勾了以后扔多两次它就死掉了，对，很容易死，对啊，啊，那么那如果用稍微大一点的话，那没那么容易死。是不是？对，然后就会钓得更大的鱼，但是这个机会率也比较低、啊。没有，它都是拼那种掠食性的鱼啊。对，像红干呐、那一类，石斑呐、那一类。石斑。对对对 对。它很爱吃活鱼。活鱼。活鱼，尤其是像那乌尾冬那种红干很爱。乌尾冬。对。有一种鱼叫乌尾冬。对对对对，细细长长，那个红干很爱。哦。对。红干是什么样的呢？红干，红干、日本很多在做沙西米啊。哦，那个叫生啊，生鱼啊。生鱼，我们叫是不是那个三文鱼吧？三文鱼不是，三文鱼叫丝木鱼。啊、三文鱼叫丝木，我们这边叫丝木。你们这边叫丝木鱼？对。哦，那个鱼，这个、啊。这个叫红干，它可以长到很大，哦，一二十斤有吧？哇，这长这个样子的。澎湖的石目也很大，有一条黄色的呢，它身上哦，对，有一条像黄色的一条什么，这个鱼也不错，也是好鱼，好吃也是好吃，然后拉力强，哦，够大，容易钓，也不见得要出海啦、岸边机会比较少。它算深海鱼哦，深海鱼那就没那么容易钓得到了，对对对对，在岸边一定要它岸边会来的话，就是什么跟水流进来，潮涨的时候，不一定，每个地方可能不太一样哦。对，哎，说回离岛哦，台湾离岛小的离岛，你最深刻的就将军屿，对。其他呢？其他有没有去过？其他很少。我当然都跑将军。对，将军屿。将军屿。对。你在那里收获了很多鱼，每次去都会钓到很多鱼。哦，很多。每那一下竿就会有鱼咬了。大部分啦、不会钓鱼去那边钓不到鱼也很难。不会钓也会钓得到，对，钓不到你就真的啊，不以后不要钓鱼了，是吧？对，根本就不适合钓鱼。对，那边环境好啦，然后人也不错，那边的居民很单纯，对，与世隔绝啊。对对对，是。然后你说你都把你的鱼竿钓具全部都扔在朋友那里了，对对对，将军屿那里，对，就回来，对，轻轻松松要钓，想钓就下次又再去。然后那个鱼货的话，就直接丢在冷冻、冰好，然后寄回来台湾。寄啊？对，到那边可以船运啊，船运寄到澎湖本岛，嗨，然后再用飞机再回来台湾呢、哇，对啊。
都直接寄回来啊。那也不带都不用带，不用带都直接寄到家里啊，方便啊。就花运费而已啊。对 对, 對，不然呢一次去钓这么多鱼也扛不回来啊。那是那是，你一次十几斤，而且二十几斤。超过，我一次去六天的话，基本上大概快一百斤。哇，那个纸箱大纸箱大概都三箱吧。哇，有时候都三箱四箱啊。那你怎么处理啊？这么多就朋友啊，分送啊，分享。对啊，分享啊，大家好朋友都分一分，邻居啊，大家都分一分啊，趁新鲜。要把它处理完。太棒了，太棒了。对。哎呀，我没说到说到钓鱼，现在今天现在又没有鱼了，现在没雨水了，没雨了。浪大了。对，但很想在这里钓鱼，真的，我很想在这里钓鱼。哦。这里，但是呢，真的浪有点大，可以尝试，可以尝试。对。尝试一下，钓不到就算了，花个一个小时在这里尝试一下。哦、可以啊，你可以下去试看看。我们来，待会来去尝试在这里钓鱼。你去试试看看。在这里钓鱼尝试。哇，现在没雨啦！今天浪很大，比昨天还大。是，然后现在天气好了，好了啦，这里的景观漂亮起来了。今天那浪超大的，会打上礁石啊，所以会把这个要站高点。鱼饵打到礁石上。不是，人怕被打下去啊！不要太靠近喽，不要太靠海喽。你不靠海又甩不出去，甩出去又拉不回来。对，你会被礁石给卡到。要站高点，要找一个好地点，好地点。要站高点，找一个高点好一点的位置。对。啊，这里呢是你这个昨天晚上在这里用你们叫车路车树车树对车树对车树。刚才浪很大，全部洗上了。对。现在在涨潮了。是啊，对。我刚才浪全部洗上了。是。哇，那有点危险。对，就是怕人被打下去。有点危险，有点危险。其实在这一带，在海边要找一个位置钓鱼不容易。不会啊，这一带。不会。基本上你如果好天气的话、都可以钓、水够深的话都可以，是，只是说今天这两天状况不好，是主要是风太大了。 对, 對，那一边你看那个 出海口颜色不一样，有没有？对啊，山上下大雨，那个泥巴水都冲下来了。对对对，变阴阳海。阴阳海啊，是啊。对啊。这是山上的泥巴冲下来造成的。对对对，那边有出海口了。有出海口在那边。对对对对，哦、一定有大条河溪的。阴阳海啊。对。这个沙，那个沙，泥沙。对。泥沙太多了，哇。山上下很大雨。这也好特别哦。对。山上下很大雨。山上下很大雨。哇。哇，这个很少见到，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可以下去走。哦、我先试查一下。对，安全第一。对，娱乐第二。先看一下。先试查试查。哇，走在椰树底下，来，我们来先来试查这个环境，钓鱼适不适合，适不适合钓鱼？现在这个位置。哇，唉，真的是一大海啊，是非常的吸引人，也让人家充满了奇思妙想。有没有想过像鲁滨逊一样流落到荒岛上求生，自己一个人在那里求生，还有苦苦等待救援，苦苦等待有大船从孤岛的海面上出现的那个景象呢？假如你是《鲁滨逊漂流记》的这本小说里边的一个其中的那个主角，鲁滨逊。你宁可留在荒岛上面？那边有人在钓啊。
还是期待有船来接我与你呢。哪里啊？啊，哦，对对对，哇，是我他看到他有拿着那个鱼竿，那个位置好像那边也是好多石头那里啊，很多石头那也是不好钓，对，很多石头，浪太大了，今天很多石头。其实这么大浪，那个鱼会靠，绝对会靠。它咬你，你会有能有感觉吗？这么大看浮标啊，浮标怎么看？那个水没有，所以这种天气要用那个阿波。那个浪这样打，这种天气要用阿波。什么叫阿波？就是浮球啊。浮球。你不要用那个我们讲的乌底啊。哎，用浮球来钓。对。哇，就这里也有车啊，这里啊，旁边这里啊，有 那条路下去。对，这里有那边就有下。下面好像也是，那个好像是露营区还是什么？啊，这边也那边有露营区。那个不知道是什么，感觉是一个露营区。哦。昨天也蛮多人下去。哦。啊，这一块应该也是本来有准备要做露营区。是，他已经建了房子了。这个、对对对对对。哇，他这个如果露营区的话呢，更靠海。对。下去就是海了。夏天来这边露营应该会不错。嗯，可以去玩。绝对是一流的选择。对，超赞。超赞。啊，你看你的朋友都介绍你过来了，是不是？没有好东西怎么会介绍你呢？要下雨了。要下雨了。又下雨，本来想去试钓鱼，又要打消了，打消主意了。泡汤泡汤，好，这条片到这里。